么是你？门。门是你锁的。嗯，那个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想跑？刚才的事情真的很抱歉。没关系的，正好我们还聊了会儿天。看来我开门开早了。袁姐，别聊了，我们去搬器材。青山，你是来找谁的？李老师。原来是体育老师啊。那我陪你几等吧，反正我也不忙。不用了。我真的可以陪你几等的，我真的没有事情。我说了不用了。那好吧，那我走了。美女小姐姐呢？走了。你们不是要聊？哦，那你来干嘛？赔钱。那你在这儿等李老师吧，我先去干活了。我抹布呢？先我送死一顿。在哪儿？怎么跑那儿去了？宋思也太缺德了，每天就知道整我。好像不是你的，这个大小你应该穿不了。我脚大，也不会穿这种。那这个应该是那个美女的，你认识她，要不你去还给她。你把我锁住还我还？好好好，算是我委屈你了，我还我还。卫生打扫完了吗？嗯，没，没有。秦深。来陪家来了。袁浅，宋思义一直狡辩，我需要你。你不承认骗钱就算了，你怎么能不承认我们之间的感情呢？重点是钱。我真的没有跟你网恋啊。我知道我们没有真正在一起，但是暧昧也是一种特别珍贵的情愫。
你怎么能全盘否认呢？罗欣欣，你闭嘴吧，我来问。你身上这件衣服怎么回事？解释一下。外套陈浩不要的。陈浩？陈浩买了件新的外套，觉得不合适想扔掉，我看着没有破，我就穿上，我觉得还挺合适的，他就给我了。那你的游戏账号呢？游戏账号是我注册的，但是我不经常玩，我更不会在游戏里跟别人搞暧昧，我都是一个人玩。难道不是他？你的号被盗了？欣欣，你振作一点啊！知道不是宋思义，我居然还有点小失落。你还真是个烟狗。这样，我也许可以努努力，还能挽回他的心。你还是想想怎么挽回一下你被骗的钱吧。秦深，不好意思，我能进来一小会儿吗？可以可以，必须可以。秦深，这里是雕塑教室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问你，昨天有没有在器材室看到过我的舞蹈鞋？不在我这。好吧，没事，那我重新再买一双就好了。在我这儿，昨天我从器材教室捡到的。谢谢你啊。本来想着还给你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你的班级，也不知道你的宿舍，正愁怎么办。正好你来找秦深。那我应该自我介绍一下了，我叫林薇，是舞蹈系的，住在女寝303，你在舞蹈教室和寝室都能找到我。你好，我叫袁浅，你雕塑系的。你的雕塑作业完成了。我是不是给人换舞蹈鞋吗？真是谢谢你啊，袁浅。那秦深，我先走了，再联系。